这是双吧？嗯，这样看，从这儿上来，嗯，啊，嗯，看我这个是下来的，就够了。你这儿还来一个横的再出来，你这个结构是对的，把这个竖心让它小一点，是吧？嗯，这笔让它长一点，把它兜起来是对的。嗯，但是这笔错了，看下来轻的，嗯，转上来看，嗯。这花子也不好看，你何必不写个草书呢？搁在这多好看，好多同学都写不好这个有字，为啥呢？这有字就这耳朵啊，它离着太远了。这有字应该是这样，一个动作，往下来，看，贴着它，这耳朵在下边，不是耳朵伸出去。对，他往这位置啊，应该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嗯，还有这商字呢，商字刚才给我上这商字，这个可以长，嗯，这个短，嗯，这是轻的，看，这是大转笔，嗯，你看你这个曲曲到一起了，对，有点紧了，就不好看。屋檐这两个字啊，屋檐这个。长横出去，一二三，看啊，我根本不用转它，看，沿，我这个两横和这个我一定是交叉下来，嗯，这样上去，看，是，看没有？我从这儿再出来，我是这样交叉下来，我这样走，是，然后从这儿走，看，是，你看，没错，哦，你这两个撇儿，两个往上摘，它就不好看。还有这种折笔，嗯，千万不要要草书里头的这个万字啊，万字这个折笔一定抬起来转，不要有这肩膀。你看这万字啊，一二三，嗯，看，哎，看啊，转，这人蛮特漂亮，是。你看你他弄一个大切手，还摁一下，再出个方笔，这掩体的后遗症。